台湾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电影手卷烟的导演陈建龙。台湾的观众你们好，我是林家栋。台湾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泰波。 I am Bipin Karma。 去年手卷烟获得金马奖多项提名，我们也去了台湾出席金马奖，真的很想念台湾的朋友。今年手卷烟终于在香港、台湾正式 上映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手卷烟这一部香港的电影。你们一定要看手卷烟，因为这个故事太棒了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捧场，谢谢。支持香港，支持电影，支持手卷烟，我们戏院见。